柳树发芽了。柳树一般在春季的三月份开始发芽，同时开花，十二月落叶。柳树是杨柳科柳属一类的植物的总称，本属品种在全世界大概有约520多种，主产北半球温带地区，适合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，不论是高山、平原、沙丘亦或是极地都有生长，在我国已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。柳树发芽时，我们所看到的类似毛毛虫样的东西就是它的花序，常见的品种有垂柳、旱柳、爆竹柳、白柳等等。